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鱼。现在早上10点钟，我今天出门过早，在中山大道这里看到开了一个桃酥店，就后面这个店，挺多人的，我去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店，现在好像开业有活动，买一斤送半斤桃酥。他们两个从那我买完了，我就买了一斤桃酥，送了半斤，这才挺便宜的，还7.8块一斤原味桃酥，一共送了半斤9.1块吧。我回来了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试一下这个桃酥好不好吃。这样的，卤什么？芦溪核桃酥，店里品种挺多的，我没有买别的，就买了它这个招牌的，倒了一杯茶，吃这个比较干，看一下还挺大的，一片有这么大，我们这个外面这都撒的是黑芝麻，闻着还很香的，咬开里面是这样的，就还挺好吃的，说实话。一口咬下去挺酥脆的，它现在开业期间，这个7.8一斤，然后买一斤还送半斤，活动做到12月31号，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吧，还挺实惠的，性价比比较高。像我们家楼下这种桃酥，都是19块钱一斤的，它这个才7.8一斤，难怪这么多人排队。它店里还有很多别的糕点，蛋黄酥啊、红豆酥啊、绿豆糕呀，就像那种传统糕点。但是我也没买，别的好像大部分都是20几块钱一斤吧。我看了看，就想吃桃酥，就买了个这个性价比最高的7.8一斤，帮你们试吃过了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不会踩坑。有喜欢吃桃酥的可以去买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